大家好，我今天要介绍的是我们的三个款式的小钱包。这三个款式的小钱包呢，方便我们平常带东西出门，尤其是 lunch time 的时候，你可以带这样子的小钱包出去，就不用拿到太多东西。有三个款呢，就是第一款小的，第二款中的，和第三个款是大的。好，来第一个款式呢，是这样的。其实这一个的概念呢，它是 two in one 的，它前面还可以放 tissue，然后后面这边呢就可以放卡放钱。来，让我示范一下哦。这边有很多张卡，就这样放进去，要放钱也可以，要放我们的 coin 也可以，叮叮。还有呢，什么钥匙也可以放。它放下去还是有位置的，你还要放什么呢？然后就这样放起来，然后前面还可以放 tissue，就这样可以去吃午餐啦。接下来呢，要介绍的第二个款式就是这一个，这一个呢，它里面也是一样八贝布的，然后它就是一层的，也是一样哦，就是卡片都能够放，钱也能放。零钱也能放，还有还可以放什么呢？小手机，手机也可以放进去哦。就这样，带去 lunch time，有好多颜色可以选哦。接下来呢是第三款，第三款呢是三个里面最大的，你看跟第二个比较，跟第一个比较，看得出吗？就是它的尺寸的差别。这一个呢是我们叫 wallet 型的，里面也是一样八 day 的。这三个款呢里面都是有一层那个 span 的，然后都有一个八 day 的 layer 在里面。这一个款呢可以放更多东西。刚才那个电话是小电话嘛，如果你电话很大，放这个你看还是能够放的。然后什么都可以丢进去，钥匙啦。卡片啊，钱啊，零钱啊，都能放。还要放什么呢？你们可以自己想一下，你们需要带什么出门，都可以放进去。所以今天介绍的就是这三个款的小钱包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，可以联络我们啊。如果要知道尺寸，也可以 PM 我们。就这样咯，谢谢。